到台中看灯会，有八条接驳路线车厢做到防疫四部曲。2020台湾灯会主展区后里花博园区开幕，台中市交通局铁路加接驳道主展区搭高铁、台铁超方便，还有八条接驳车路线直达，游客从后里火车站一出站即可立马搭接驳车前往主展区。防范武汉肺炎，交通局也透过要求驾驶载口罩、出车前量额温、车辆场站被清洁以及收班后消毒车厢防疫四部曲，让游客便捷接驳，安心赏灯。交通局表示，外县市民众可选择搭乘高铁，建议台中以北民众在高铁苗栗站下车，转乘台铁丰富站前往后里站，车程约35分钟；台中以南民众可至高铁台中站下车，转乘台铁新乌日站至后里站，车程约40分钟。交通局也协调台铁灯会期间加开区间电车，并让自强号增停后里，提高疏运能量。同时高铁加开8班次列车，南下5班，北上3班，让外县市民众快速返家。这次在主展区规划3处灯会专用停车场，包含神冈停车场、力宝乐园停车场及甲宝场停车场，市区也规划秋红谷、太原停车场、大理运动公园、沙鹿火车站及北水南停车场等5处，共11136个汽车停车场，停车场旁就是接驳站。民众停车后可直接转乘接驳车至展区，配合灯区配置，规划南北2处转运站，共8条接驳车路线。在后里火车站旁的是北转运站，临近后里森林园区，从市区接驳过去的民众都会至北转运站，包括秋红谷、太原停车场、大理运动公园、沙鹿火车站及北水南停车场等5条接驳路线。南转运站则在后里马场园区旁边，从神冈停车场、力宝乐园停车场及甲宝场停车场等3条接驳路线过去的接驳车都会到南转运站。另交通局也在南转运站旁规划8000个机车停车场。各接驳站张贴防疫资讯，并提供干洗手液、额温枪给有需要的民众使用，并增设关怀帐篷。若现场有身体不适的旅客，服务人员将引导至关怀帐篷内休息，宣导佩戴口罩，并由进驻灯会展区的医疗团队给予关怀协助。